那兄弟打一个商量，我以急无踪真少不识事，你若将我放开，我愿意帮你偷来无踪剑谱。无踪剑法，无剑谱，我用骗你，卖帮你骗出来好。不用了，惨了，这个小子唔知要怎样对付兵将，我必须赶紧设法脱身。我讲即马兄弟看，哈哈哈哈，来咯！即马听候，将龙放开！哈哈，竟然先过界，但你的对手是伊。我不爱你读书，你走。纵其灵魂或掌空，飘飘天涯一盘局中。哦，真好。今要擒你，笑看从军。金牛金牛，且马天下在前。无人剑架在胸，我会坚守的急步松，如何挽救徐本杰脱出险境呢？赤峰顶，我会上剑锋心，神机出鞘。武松剑术快攻回首，一招一式不留余力，猛将天鹰出鞘，金雕一对。有师徒用尽全力，英雄留痕。一剑惊风，高手贵招，瞬息即是形势一回旋。你无踪，我可以你一刀西救，射出个焦红绫一击即胜。混混，也我助你一臂之力。本集这个不愧是已经将我救起来，你不忠心为去那放弃有会不应请莫听好丢失的请将了星河英归有地，就是这样的，今天雄威不生功，天地合流，三平得利，剑气高升，威神庇佑。文集你为何要救我？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急无踪，你也是不肯救我，我明白了，我的兵就死了，别再等了。中国一人活在世上，也无意义。
文字为何进了无形之至今依旧真心，你为什么进宫？我也自己自己进宫，为何始终忘不下你酒醉不记得有种临死之间，能不能让我再问一次，你究竟是不是我表姐？是，我的是你的表姐。早承认不就好了，害我应该真辛苦。娘亲，你是在怪我骗你吗？我是怪自己为何如此执着，让你平白受了无数之苦。娘亲，门子不求永远跟你做伙，只求能拥有一段只属于你我的日子。我曾经这样想你，也愿意接受我回到你的身边。讲什么讲话嘛？千方百计就是爱你回来。文吉。